我出生在1978年，我出生于1976年，我生于1978年，出生在1978年，1972年，1968年，1976年，1985年，1976年，1981年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上海儿女们敢为人先，不畏艰险，在这座城市书写了一篇篇动人篇章。我在这个主播台已经工作了15年，相信在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在这里。我会脚踏实地坚守岗位，为上海地铁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将继续在我的路口坚持下去，为上海的交通管理做贡献。希望为上海纺织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。我会继续探索城市空间的美丽，把不断开放的上海与大家分享。那么现在呢，上海呢就是我的家，它给了我归属感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我们辉煌的建筑时代只是刚刚开头。国运盛，集运昌，国家的强盛推动了围棋的发展。接力棒一代交给一代，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的上海的乒乓球这样事业越做越好，能够再创辉煌。当年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我们安全产业上一定要做我们自己拥有核心技术的基础和产品。我觉得我整个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发展，其实就是享受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这么一个势能。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的京剧氛围，就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还是一个真正能够让你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真正点点滴滴的变化。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，改革开放到这个程度，一定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机遇期。生逢1978，我们见证着上海的速度，上海的高度，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奋进号角响彻深城大地。我们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、见证者，更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参与者、推动者。我相信这扇门打开了，但是门后面的世界应该更精彩，所以需要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，把这座城市打造得更加美好。再出发，上海正汇聚起磅礴力量，向着令人向往的卓越全球城市高歌猛进。